场上都有讲过小组或个人的防守原则，所以会讲到团队五个人的盯人防守原则，然后第二会讲区域最常用的就二三区域防守的轮转怎么守，我只讲这两个最基本的。好，那希望大家如果还要希望不会的地方先问，然后还想知道什么也是提问，然后我们再来教，要不然我怕会时间会不够。我们直接上五个，五个黑的做进攻，五个橘黄的做防守。拿一颗球，进攻位置站一二二，两个中锋在下面。这个进攻位置啊，黑色进攻嘛，黑色进攻，黄色防守。现在的进攻位置是某一种进攻战术的位置，就两个中锋在里面。好啊，你们没有两个中锋啊？好吧，那好，我们都要教，没办法。就假设那个21跟76是中锋，好，这是比较基本的原则。有球的 pressure 压迫球，所以你要喊 ball 压迫球。另外两个人最接球的两个人是要站 deny 的位置。那因为现在啊，那个很多这个位置的人太快了，所以我并不反对以前的 deny 都这样教，等大家切入我才去打开，现在有点慢，因为我们现在我在教那个联盟里面，这个都是一号位，都是那种 NBA 级的小那老黑啊，所以我们教这个位置只能这样教，用这只手去顶耐他切入，因为他单打能力太强了，我们必须要这边就做关门的协防，所以就变成说你要因你的人来决定守。如果你守那个人真的很厉害，比如说松山高中高国豪，我觉得你要这样去守他，高国豪可能就切入了，所以我可能守高国豪，我会变有点这样守。好，所以一这样来决定，理论上这边应该是 deny 啦。那远边的人，你必须要把你的屁股坐在他的大腿上面，不让他往上 high pull， 因为一般来讲你两个 deny， 聪明的人就直接上 high， 接到球开后门，玉龙队常打了就没了，进攻就没了。好，所以唯一解决方式就是不让这个中锋上 high pull， 坐在屁股上，屁股坐在他大腿上，所以有球 ball， 另外两个 deny， 这边坐屁股上面。好，这是第一个防守的位置，所以当球到这边守谁守的人有球就要喊 ball， 你要喊 ball， 然后这边两个要喊 deny。 好，球如果球传过去你要喊什么？ ball， 你要喊什么？你要喊在前在前 deny 可以，完全在前，完全在前。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这样守，我再跟各位讲为什么。这个球员如果很会切，这个33号很会卡，你侧身在前，你就把那个空底线空出来，卡出来，给他过，好，完了，一协防6号就空了。所以为什么这边已经不赞成是这样的侧身协防？侧身的在前，必须完全在前，坐在上面。OK， 来换员，边。不，在前在前，协防，你们协这边两边，球一到45角，这边就变协防边哦。Help side， 我帮忙，或者 help， 你们就可以 help 帮忙的意思。那你这边一样，还是一样抵耐，进球的还是抵耐，你用这只手抵耐也好，用这只手抵耐也好，都 OK。好，所以倒到这边去应该怎么喊？还原，不。好，球到这边，对，这个 help 很好，交叉点下面，他要唯一要担心的就是这边被在前了嘛，上 high pull 传再上去 high low 就被打掉了，所以我的协防边是在这边。再一遍，早上不是有练三角关系吗？你的人在哪边，你的三角关系在哪边，所以 help deny help 在前 OK，这是最基本的位置，好，然后好，球传过去，再一遍 ，Go， 好，不要动。如果5号刚没守好，球传进来 ，Ball， 哦，你要喊 Ball， 哦，不能这样子，你到这边的时候，那个空的你会过不去，所以你不能
你要必须这样来看帮忙。那你会讲说，如果这边后面来挡，那他就要讲话啦。如果他来挡，后面就要讲话。这边必须是跳还原，斜方斜方，或者是deny deny，看这个人是不是射手。如果他是射手，我连斜方都不斜方，我就deny。他如果不是射手，我就可以斜方。好，那我现在要你们就直接这边的人就是斜方，对吧？斜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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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团队防守，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团队防守的重要性。我们再来讲个人，他是射手，我们这边就应该怎么做。好，一样的情形，转换边到那边，中锋拿到球的时候，谁要协防，谁要抵耐，谁要怎么做，五个人都要接到两次的球。开始，预备 GO。再传再传，每个人两次哎。好 ，OK， 球在那边。这时候你可以修正你的队员，谁错？二十七号错。他刚二十七号在那边的时候，朝向这边，这样位置已经错了。三角关系里面，你要走到这边来，右手指球，左手指你的人，脚也是一样。这样你才有办法协防。好，还有一个重点是，如果你切入，你切九号要帮，球传出去，我要先帮你还原，我再还原。所以这是第二样，我们先讲的是第一样。我们刚刚每个人接到两次球嘛，啵啵啵啵啵，对吧 ？OK， 好，内外交换。现在讲的是 team defense 团队防守的建立。好，所以刚刚已经讲是最基本的哦，防守传球原则，每个人位置怎么守。我们现在攻守交换哦，每个人会接到球两次，预备 GO。 停停，他如果没有喊 ball， 你就不能把球传掉。 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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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l， 哎，大声一点啦， 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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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l。再来，加油加油，每个人要接到球两次， Go Go Go， 继续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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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所以第一个是位置，第二个我们开始讲切入。切入的时候谁该做协防？切，这边，我们刚刚讲嘛，应该要deny，你要变打开。所以你刚才这边，这边就很容易记得一句话：单手单脚帮，右脚伸出来，右手伸出来，单手单脚帮，不要双手双脚帮。你只要双手双脚帮，你完全来不及回去。所以就是单手单脚帮。单手单脚帮还原，你还有一只脚一只手可以对上，然后逼他到底线。好，所以任何人接到都切入一次。现在的中锋我要你跳到外面来接球，所以转，那你一样留在里面。转换过去的时候你跳到外面来接球，你一样在里面。每个人接到球要切入一次，切哪边然后我会跟你讲。不，接方接方还原，够切，随便切哪边。好，停，再一遍，切入之后，好，全部都往右手边切啦，切 ，Go， 斜方，还原，切，右手，斜方，还原，切，底线，对，切底线，右手边切，切底线，哎，你斜方，好球，十一好球，所以帮忙边问重点就来啦，这边对上去，你对上去，斜方必须要在这边把它完成，切入，斜方。斜旁边，斜旁边，帮旁边。只要这边有夹击，这两个人就一守二。你要守那两个，你要守这两个，你要把它守住。之后，我帮我帮，或者啊，夹夹夹夹夹掉的意思。我夹我夹，我包我包，我包我包，我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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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还原，传出去，还原还原。哦，对，切左边，切左边。
先左边，还原，一样开始，谁的？没，他只有帮忙要还原呢，那你要回来啊，他帮你，啊，那你要叫他走啊，我的，啊，现在都守自己的人，先不做轮转，来再一次 ，Go。好，跟我交换，很好啊，黄的做的比较好啊，黑的那防守要讲话啊，一个，切入，要转换边切了，转换边切，接棒，好球。切，跳动防守，好听。所以刚讲第一个是位置，第二个是切入，谁协防？好，接下去第三个还原 ，side pick and roll， 追求你要进去里面，中锋进去了，球传那边，直接对球打。我们要喊 B 底 blue， 所以你不能让它往上面走，直接脚这只脚踩出来 ，B 底切下去，跟刚一样斜方下滑，最上面的挡掉，最上面的先帮，所以它下滑的时候，你要先把它挡掉，之后你要再回去守你的人。有很多都是由最远边帮，如果它在上面这边的下滑，你就直接来把它挡掉的时候，它不会进去了。挡好，然后走掉的时候，你再来先接 ，OK， 还原一次。所以现在讲到45度角的防守，一律正 B 底，设计代号变成 blue 就蓝色，所以他传到 side pick and roll， 你要喊 blue，OK，、okay, 传一次 ，go，blue， 对，然后还原，然后你要跳这边下滑，你手的时候你跳出来接球，不，一样，球传过去，开打，喊什么 ？blue 是由你喊。你的人如果上去挡人，都是由我的人上去挡人。我要告诉他 ，B 底 blue 是战术代号啦。你可以直接讲，我们大家全部讲 B 底好了。你们如果不习惯喊 blue， 直接喊 B 底，好了 ，B 底你就逼他去。你 ，B 底的时候要把你的右脚超前他的左脚，直接逼他下去。那这个人就在这边，五号就在这边等他，准备切入就开始做夹击。好，上。B 底 ，Go！ 哎，帮忙一下，还原，好球，再还原，再一遍 ，B 底，旁边，好，20号没守好，被切中间，0号做得很好，好，这边他被切了，他先来帮忙，再还原。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团队的防守 ，OK， 攻守交换，所以做到 side pick and roll， 传一边 ，Go， 好球，还原，可以，好球。好听，还原，哎，刚才啊，有一个地方做得很好的哦，刚那个中锋下滑，33你下滑，挡完，下滑，刚9号不是1号先啊，你帮太深了，在这边挡掉他以后，不能让他走你前面，你下滑的时候，挡他，让他走你后面，交给他，接下去你要还原守他，而我刚刚停住手比较好的是他，球传出去，因为。然后手太低了，他先来帮他一下 ，help recover 还原，啊，这就是队友，我帮你，你帮我，再回到自己的人，好，黄的再一遍，45角 side pick and roll go，
继续继续，还原转换边。还原。帮忙，好听。OK， 跟我交换。所以第一个是，第二个是切入，有人帮忙 help recover。第三个是 side pick and roll。我们现在讲第四个 high pick and roll， 这是现在所有 NBA 也好，所有国际篮球最常打的。一号球员走一边，对角中锋上来挡。最好的防守啊，就是把这个人推外面，把他推越外面越好。然后你走得很高位，你就直接 no no no， 你走你的，直接穿下面就好了。可是这是最好的，就是我们的防守者要跟着他上来，把他越推到越外面，越没有进攻的危险。可是现在有很多人挡，直接在这边挡，他吨位太大了，你推不出去，所以来这边。这边挡的时候，你就要秀出来，秀，你穿中间，穿这对，然后秀以后还原。OK， 再一遍。所以这叫做秀 recover 还原，打，秀，逼他走外面，停停停停停，再一遍，你回去太快了，你要直接把他逼的往外走，让你的队友穿你的后面，你平行不让他切进去，下滑之后中锋你要先上来，所以他下滑你要来救。你守他不救，你要来救他。好，做一次，慢的 ，Go， 秀出去，追，还原，还原，还原，好球。好，然后运到这边来，上，对角挡，秀，冲出去，冲出去，停停停，你就冲你的，用你的左手单手单脚帮冲，逼他往外走，你的队友回，你要喊回回回。他走穿过去你才回，再一遍，上，秀，对，好停，六号你要帮啊，你要帮七十六，他要下滑嘛，对不对？知道啊，来我们走一次，高位挡人，一号球员走 ，Go， 秀，好球，对角。OK， 跟我交换。所以第四样 ，High Pick and Roll 怎么防守？预备，零号走一边。好球，再一遍。停，你不会走两个人后面，你只会走一个人后面。再挡一次，十五号秀，一个人后面，一个人，你走你的队友后面，不会走他后面。你如果走两个人后面，最后他就把你挡死了。穿中间，他帮你，你帮他，他会帮他。再走一次，穿一个人的后面，穿你的队友后面，穿过去。对，上面，谁挡？给我出来。下面那个要帮一下，互相帮忙。好，来做，跟我交换，最后一次 ，Go， defense， 转，再上，秀，穿哪一边要复习？三三，你让他零号先走，所以零号你要冲快一点啊！好，这边啊就会队友就会有很多问题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回去就是要不断的去复习这个动作，因为进入到团队里面，这个就是 side pick and roll， high pick and roll， 就是进攻方给防守方问题，防守方你必须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保护你的球框。好，所以我们就设计逼底线也好，高位秀出来也好。有很多的防守方式，我现在是教的是比较基本的。刚才讲的是最常用的一二二位置，可是现在啊，随着篮球越来越快，四号球员大部分都拉到外面来打，只会有一个中锋在里面，
所以我们进攻位置会变成二二一，所以一号来这边，四号，刚刚是然后那三三跟七六出来，二三号在左右，五号单独在篮下，四号在外面啊，黄的进攻，黑的防守，跟刚刚一样，倒球，球在哪边就爆爆爆爆爆，十五号你两边跑，啊，所以球到这边去你可以过来，你也可以不过来。球倒过去一样，有球爆，无球协防。做一次，来 ，Go！ 没，你在 low pull 啊？这边跟那边而已，这两个点。Go！ 有球爆，两个人协防，deny， 协防，讲话。后面两个一定是协防边。有球的九球进边一定是抵奈边，抵奈你要直接这样抵奈或这样抵奈，我讲过我不反对啊。来，再一次，讲话以后才能换队，走，全部人讲话。有口。好，跟我球传进去，拿球一样，刚才斜旁边呢，你要尽快进来了。没有，我们还没练包夹，打开看。看他，看人，看球。我们没有练包夹嘛？包夹的话会再讲。这边就正常的防守，你要守到球，守到人，守到篮筐下面。好，来跟我交换。Go！ 黄的守的比较好，黄的继续，黑的先进攻。刚才是讲的是正常的位置，一二位置，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讲切入咯，所以球你到那边去，你到 corner 去。现在我们刚刚讲的是最基本的是一二二位置，现在讲到二二一位置的话， corner 的这个人不能帮忙，因为大部分现在很多人就是射手都会站到两边的 corner。好，所以我刚刚讲的是基本的，你也可以站帮忙边，可是如果你人是射手，他如果不能帮忙，我们该怎么轮转？所以这边切入，我是射手 deny 绝对不帮 corner 这个射手不帮。好，我先讲一个数据啊，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球队两边 corner 命中率最高，比顶点跟四十五角三分命中率都高，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个距离跟那个距离，这边离三分离篮筐最近，这边投三分的距离跟你顶点跟四十五角投三分的距离，那边是最近的，所以所有的不管是 NBA 也好 FIBA 也好，两边的 corner 三分命中率统计下来是最高的，所以我们在设计防守的时候不能让底线拿到球，你拿到球的时候他只要出手命中率是高于在这边跟高于在那一边的。好，这是数据的显示，所以比较建议说我们在设计防守战术的时候，这个人就要deny掉，所以你一要来这边deny。现在讲到第二种切入，所以那个人不帮你切入，你要来帮我包，你守他，你要守两个，对，你不要过来，你就在那边就好，不要过来，不要进来，所以这远边的人就要坐到他上面去了。切入以后传球还原，换你切入。你如果切的是顶点，你就是帮。两个 corner 不帮，好，然后你，所以这个训练你就要离开，你到无球边。这时候你再切入，你帮，知道吧？球传那边，好的，球传那边，刚在上面。对不起，如果那边切入十五号帮，现在球直接传那边，你切。十五号帮，坐下来，好，了解哦。谁切入？上面的切入，两边空的不帮，这边的人给到底线切入也都是你帮，切上面锋线自己帮，切四十五度角全部由中锋来包。好，试一次，每个人都要切入一次。六号不用啊，来备 ，Go！ 十五号，对啊 ，Go！ 传出来，还原。给，总换边，你可以切，
好球，切中间，切中间，中间，好球，切，随便你切哪一边，可以给底线，还原，可以还原，切底线，还原，转换边，转换边，切底线，对，这样看懂吗？任何的切入，两个 corner 是不帮忙的，最累的是十五号。啊，只要有切四十五度角，通通是中锋十五号要帮，那其他外面四个人要去帮忙十五号守六号，切顶点，全部是由同边的自己帮。好，攻守交换 ，Go。二十号不帮，对啊，六号帮，再一遍，两边 corner 不帮忙，都是由中锋帮 ，Go 切入。我帮我帮我讲话，还原部，我帮六号讲话，你他切到哪边，你都要我夹我夹，我包我包，你自己决定 ，Go， 好球传球，不要失误 ，Go， 讲话六号过，看球看人，切入。目前有没有问题？所以是切入谁帮的原则。好，跟我交换，往这方走。刚第一个是有球位置，第二个是切入协防，谁协防？第三个一样塞 pick and roll。所以现在中锋在那边嘛，球传过去，再传，对球挡，一样 BD 不入，你要手下面，对，一样切下去就包，帮忙。对，你要帮一下还原，帮一下而已，帮一下你要交代二七号你要来，好，好，我们做第二种，那个刚才啊，我们做过 side pick and roll 下滑怎么做轮转，我们现在 side pick and roll 完之后，他逼底五号跳一次接出来球，是你跳出来泡泡接球，你帮忙 help recover， 你要还原，转换边也是一样，知道、哦？你们两个走一次。传这边，球传这边，直接传这边，传塞皮克洛，比你比你不入，跳出来接球 ，help 还原传过去，对，出去接，塞皮克洛 ，go， 对，好的。跟我交换，黄的谁是四号？现在黄的进攻，你来打到四号来。现在啊，假设七十六号是四号球员哦，所以刚有一种是五号，刚才黑的是不是五号？只有你在挡人，现在是七十六号也是四号球员，他也可以挡，所以球到那边去你挡，球到这边来你挡。都是一样，啪炮接球，然后我们看他怎么旋转，轮转防守，啊，做一次，哎，十五号等一下，先下去，来 ，Go， 随便传哪一边 ，Side pick and roll， 等一下，你要往下运啊，然后十五传给十五号啊，你接球，不入不入，往下运，十五号接，零号帮忙，帮忙以后六号还原，还原球给他。传对球挡，不入，谁帮？谁帮？好球，有看到吗？所以五号在这边的时候，六号在这边来挡人，这边怎么轮转？球过去的时候，四号球员来挡人，怎么轮转？刚才黑的跟黄的做的是不一样位置的示范，可是轮转的原则是一样的。好，这就是团队防守啊，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想一想。然后如果现在看不清楚的，我会再做两三次，看得清楚了你就把它拍下来，然后回去自己去再去做研究啊。黄德公，塞皮跟肉，帮忙还原，帮忙还原，好球，好的，再好一点，这边再还原，你先下去，你切下去。你先帮忙，三三，
棒，发炮接，好停，不要动，所有人都要偏过来哦。你不用帮啦，你要在那边看看十五号，你不用帮太多，因为你现在准备帮九号、啊。球传给七六，零号帮，他准备要传给九了，你要帮，然后你要还原，传，你先帮，你先帮他还原还原，所以远边的人都一定要守两个人，过来先帮忙，再还原守自己的人。那你现在有没有守到不一样的人？没有吧？都只有 help。这叫做 help 帮忙 recover 叫还原 help recover 好来再一次黄的进攻 side pick and roll go 对好球好很好跟我交换很好啊看看黄的会不会了你打哎停停停来来来你耶再一遍对啊 Blue 是他你要守到下面去你切你帮你继续跟对啊不会是他一他就全部完蛋了再来是一样的位置做到 side pick and roll 然后我们最后 pick and roll 所以一样刚刚二二一的位置你要过去一点是啊 high pick and roll 有分两种啊一个是五号来挡还是四号直接对球挡比较正常的因为现在四号都会有三分所以你跑去 corner 四号拉到那边去你来挡一样秀穿下去的时候好看好这个是最难守的因为这边只有两个人这边的人啊大部分三角战术里面他都会跑上去接所以我要这个人这边在发生掩护的时候提早先帮在这边你就要撞他一下不让他下来再去追你的人这边撞哦提早帮挤他一下才能来得及走一次他下滑撞他还原对 OK 看懂了吗好球到那边去一样你往那边运你来挡 High pick and roll 往脸往脸往脸往秀他下滑好停停你下滑去哪你就下滑这边啦、啊、这边下对你的你要帮忙再还原这边可以做轮转也可以正常还原你帮完以后你帮他他帮你你再回去你再回来再一遍四号来 High pick and roll 四号挡 Go 去对他挡停停停停停帮他要秀出去啊你那个是另外一个叫 weak 那个我不知道要不要讲这个先讲秀比较我现在讲的东西是比较有攻击性的比较有防守性的就是攻击性的防守就是秀出去我也可以讲刚才叫 weak 就是我直接守后面像他刚守的一样好这是比较一号球员不会投三分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守而现在大部分很多球队的一号球员有很好的三分能力就一定要把他逼到外围去我待会再讲一个如果对方的一号是没有那么好的三分能力我们怎么守先守正常的秀慢点慢点慢点秀转哎停你直接穿过去你先走不要让他先回这样会撞在一起再一遍你就穿你的就对了慢点慢点慢点冲穿过去回对轮转好没有了这样就塞皮跟肉了了解哦跟我交换走嗨皮跟肉好球传秀停三三秀出来零号传零号先走再一遍你们刚刚就你就传给七六七六回传以后对球挡嘛总是要转换边啊传他一次刚不是那个挡完吗回传
对球打，秀，又来又撞，你秀你穿，等他穿完你再回，加油加油加油，秀出来，你为什么要等他运球你才要秀嘞？我手七六，他绝对在你后侧，可是你走，撞撞出去，出来了，把他逼到那边再追，他会帮你嘛？啊，防守最重心太高啦，防守弯低，防守的重心一定要比进攻还低，你才能守得住。你像刚才七六再一次，你防守重心就这么高，你走你的假挡下滑，这他就进去了，不是刚才塞皮跟肉就出来了吗？所以你如果要弯着他的时候，你要这样秀出去，他也下不去啊，他不知道你要怎么守。可是你刚这样，你要 reading defense， 你如果会看防守的时候，你发现他站很高，挡，哎，这边就可以给接到球帮忙再传，进攻就可以解套。可是我们现在讲的是防守啊，弯低弯低弯低，秀出来，对，好球，然后还原快一点 ，OK， 好了，黄的现在真打，从拿到球，黑的你一定要爆爆爆，斜方斜方顶耐顶耐 ，Help Help Help， 全部都要守。打到 side pick and roll， 传到 high pick and side pick and roll 或 high pick and roll 打掉。每个人先接一次球，外围的先切入一次，回过头来到你的身上的时候，接 side pick and roll， 或者是叫他中锋上来拍头 high pick and roll， 接 life 真打，防守拿到篮板结束，预备 defense go， 先做每个人接到球一次，爆爆爆。每个人要接球蹦，还有每个人接一次，对，切入一次，切入一次，好球还原，来，你要十九八七六，好停，好球啊！所以刚才那边76跟11是不是有做到我们刚两人组合？好，这是我们要的进攻动作，可是我们的防守动作呢？我们刚才讲团队防守，哎，黑的不应声十下 ，Go， 然后数出来，好，来再一次防守的强度强一点，你要守住才能攻啊！现在开始接到球，直接可以切，切了以后接 side pick and roll 或 high pick and roll 开始接真打 ，Go。哎，底线空的不帮忙，21，你不帮中锋帮，再来，做错了，继续，直接可以切入，接到 high pick and roll， side pick and roll， 可以打了，连轮转，10 9 8 7 6 5 4，刚讲什么？底线帮不帮？底线不帮嘛，所以刚这边是不是零号？这个人帮忙，零号就空档出手了。我不知道他练多久了，我也不知道他投篮命中率、平常命中率怎么样。他现在就是进了，所以刚刚守底线是谁？你是投篮的吧？你是防守的，你不可以帮啊！你帮什么？来，再一次 ，Go！ 来，黑的胡云生，十下 ，Go！快点快点啊，做不完啊，哎，做俯卧撑的目的是什么的？让你强壮一点去干他啊，干到他会怕你，然后不敢进到那个禁区，这个禁区都是黑色的，只要有进来了就把他干出去，不可以让他流血，其他都可以。好，来 Go，谁的挡人了，10 9 8 7 6 5，好球，好，停，跟我交换，好球啊，21要守很好，跟我交换，有没有？你刚刚看到，所以刚刚最后跌倒在哪边发生？就在这边发生，无论如何禁区里面不可以让他切进去啊，刚好是在这边发生的倒地的动作，来跟我交换，也这样，每个人传一次球，先做第一种，每个人接到一次球，啵啵啵啵啵啵，斜方斜方，顶耐顶耐，第二次开始做切入，
第三次 side pick and roll high pick and roll 接真打 go ball 讲话对 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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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话谁要讲话 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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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声音好球再还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来三秒钟黑队球你们有没有你们有打过五对五吗有啊有战术了吗有没有有好来黑队发底线没有战术好吧那个上面给你五秒钟时间 high pick and roll好等一下等一下我给你一个战术我看你会不会跑来黑队黄队防守那个没攻进十秒折返跑一趟没守住十秒折返跑一趟谁最准你来挡人谁发球零号你发球你在那边二十号你在那边你在这边哦四跟五在这边四号在这边所以三三你在那边六号你在那边你上挡他下滑看可不可以给不行给的时候这个这个你到空的来投五号下滑接球得分所以你二号二十号你出来之后只能站这边不能跑过来你在这边什么你挡完对走这边所以你挡完一定要挡到他哦三三跟五号会上挡你你溜底线准备投篮五号挡完的人下滑给球得分知道来试一试好这个等一下这个练习是你的比赛训练当中也可以发生的教练也可以这时候考验自己你临场当中如果剩三秒钟发底线如果给了你暂停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帮助你球队赢球好那因为刚才教的应该是防守可是我现在只有三秒钟的进攻考验黄的能不能守住考验黑的能不能攻进 OK 预备 GO好停有机会只是没去哪边投我刚去 corner 哪边有人好停停停如果他有人的话他守他的人进去六号就得分啊你干嘛去帮他想对不对你就在那边投你有机会六号下滑篮下也有机会好黑的底线来回一趟机会给你你没把握住啊预备 GO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来攻所以黑的防守黄的进攻一样直接开始 side pick and roll high pick and roll OK 预备篮板还有来继续黑的不应声之下有没有发现在哪边 high pick 被切进来啊直接被切到禁区里面很反对的就是你帮忙的同时自己守一号的球员你先预设立场去追他你要先把他守好来啊经过刚才的例子啊我顺便就可以讲假设那个林浩他三分线准不准准哦确定好那没办法如果他不准我就可以教另外一个防守他说他很准那就继续走吧预备 GO Happy Girl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篮板啊喂那个黑的守到这个也是现在所有球队的问题啊就是守到出手为止守到拿到篮板为止才会结束他们就守到出手啊结束了最后被黄队一直抢到进攻篮板守到拿到篮板为止好来最后一次跟我交换喂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拿下来，好球，二十七号好球，啊，十五号帮忙了。大家会觉得你我不管你觉得帮的好不好，这球是没进的，他帮了，起码让一号是随便的出手，虽然这边篮下有一个更好的位置，他就是没给。比赛当中就是看谁把球拿下来，那刚才起码做到十五号上去喝阻了那个一号的出手，这样就变成我们要的东西。好，这是盯人防守的一个原则。讲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还有三十分钟，可能要进入到区域防守。盯人防守的部分有没有问题？我刚刚讲的是一二二位置跟二二一位置的盯人防守。好，那有球边怎么守？无球边怎么守？接下去 side pick and roll 怎么守 ？high pick and roll 怎么守？这都是比赛中最常发生的。位置要会，位置要先会。接下去有很多人有个人单打能力，他切入，我们谁帮忙？哪个点不能帮忙？因为 corner 会投篮。接下去他没有办法单打，就会进入到组合。四十五角的 side pick and roll 我们如何防守？高位 high pick and roll 怎么防守？可是我只有讲一种防守了，它里面应该有三到四种的防守原则，三到四种防守的方式。我只是把最好的一个防守、最容易防守守住的防守方式给大家，就是逼他走远边，就是逼他走同边。只要有 side pick and roll， 你让他打转换边，篮下就会被得分。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逼他走这一边，不要让他转换边的话，时间秒数就会不够。对，就是我们现在讲 side pick and roll， 逼底，逼底的原则就是让他球往底线运。你如果刚才我们还有另外的防守方式，让他走到上面去的时候，他可以选择切中间，球可以选择转换边。这个时候中锋只要很愿意下滑，往那个交叉点下滑的话，球都会被塞进去。好，所以我们碰到 side pick and roll 最好的方式就只让他打同边，直角同边，反正这就叫同边。OK， 这个老师他问一个很好的问题啊。那个二号来，中锋准备挡人。这攸关是进攻了，可是我们现在是防守的细节。不过他进攻进来问了，我就顺便讲。他刚刚问的问题是：那如果是不是听到对方喊 blue， 听到对方喊 B 底，听到对方喊 B 底，你已经下去了，这边的人先走掉。我们先讲这两个人就好。如果你听到这边 B 底，我们有几个防守进攻的原则啊。其实有一种是很就是七十六你是四号嘛，这已经进入到五个人战术啦。你是四号，你看到那边喊 blue blue， 你看到那个六号逼底了，你冲去那边 low pull 接球，你把球给他，你去接给他下滑，把那边的四号清过来，四号一定要跟你，没有人做协防，你把球只要顺利给过来，五号下滑，因为五号的防守者在这一边，你的人下滑之后没有人可以守，可以守的都是远边小个子。所以你当听到 blue 的时候，叫你的四号球员冲过来，一定要接到球，一定要塞给往那个交叉点走，就可以得分。这是教你的一个很简单可以破 blue 的一个方式。这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战术了啦，不是说叫你的队友过来，已经是一个破 side pick and roll， 如果对方守 blue 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破他的一个战术。所以我在这边四号球员看到 blue 就要很聪明，冲到 low pole， 这在快攻路线里面，只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做到五人的快攻路线。快攻路线我的结尾是在 low， 这就在 corner， 我们刚刚只有做到四十五度角。在三打二里面，如果我们那边远边的人在跑过来，这边接到球中间拖车都得分，有一点类似是这样的原则。好，所以你刚刚他问的问题，我就顺便可以解答，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我就讲了这个，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最好的解决方式，我就不再去讲第二种。第二种还有什么中锋趴炮接到球，然后一号再去做 keeping go， 这就比较复杂了。我比较喜欢打团队，所以五号出现问题，四号来解决；四号出现问题，五号来解决，就互相帮忙解决。OK。还有吗？没有，那我直接进行到这是盯人的部分。好，那我直接要进行到区域防守的部分。好，黑的防守守二三，黄的进攻。那现在的区域防守守二三，因为一号球员准不准？
准，所以二三都已经变形了啦，就直接变成一一三了。一个一定要对球，你除非他不准，那我赞成你们两个守这两旁边，我们五个人守这四个人，放掉一号。可是现在的篮球里面一号球员都很准，你就必须要这个要守到这边，第二线守到这边，你们上来一点。二十号你要守两个，如果这个人在那边，我的防守就要这样守，我守两个，你守两个，你守哪两个？守那两个，你守哪两个？这两个，你出去一点，慢慢把你的防守扩大一点啊。所以那如果这个人你去那边转过来，对，所以你要看他位置的不同而决定你不同哦。你再进去转，就要守到两个，你的重点就是压迫球，压到所有人防守弯下来，你要压我，看我让我传哪一个。哎哎哎，超球啊！最好的方式在那边直接就是他压迫球，你们所有人断他传球线。这个球如果抄得到要抄，可是你们现在的防守问题都在哪边？传到你才开始启动，最好的是传球当中所有人，我刚刚有没有讲一个重点？防守者要比进攻者还低，有吧？所以你现在比他低啊，他现在进攻那么低呢，你站错位置啊。我刚刚讲在哪边？守两个，这个球有球线。一般来讲，我传这边是会胸前传球，我传76胸前的机会不大，因为它会压迫，我只能过顶，所以过顶就势必球线长，你就可以抄，所以你可以出来一点。还有一个球线长，六号你要抄，六号也可以抄，对吗？六号好，所以李贤在那边防守的第一个站位在这边，球传45度角，他上接下去，听好啊，这就开始区域啦，你来冲，你下，原则就要出来了，你手罚球线，球传还原回去，还原还原，球传过去，如果他来得及，21号如果来得及，他自己守，你只有帮一下，帮看他来了，你就要自己守自己的人，可以哦，好，然后别动啊，放手这边，出来，传，缩，球只要在底线，所有人必须在罚球线以下。你如果跑到外面去，他就空手切了，就刺中了。最可怕的是球在空的那边拿球，这边的人刺中，你如果守罚球线以上，你对角刺中，他到底要守谁啊？他要守这个人，他要守这个人，你守上来，过底线。完全没得救啊！好，所以所有人守罚球线以下，要看到你自己的人。好，完员，来倒球啊，速度快，真的倒。防守讲话，有球喊不？那个20号要快下去，快一点。好，停。刚才发现一个问题，球在那边，你先帮啊。你还原快一点，球给他了，你先守，你还原，你要先救他，你要守他，然后你还原之后你再还原啊。那个攻守交换，我觉得怎么黑的防守都不讲话，黄的讲话，防守沟通讲话，黄的预备，预备 go， 我打开，继续继续，好，停停停停停，对啊，再一遍，刚球在这边，我们要保护，现在很好啊，中锋出来了，你刚出来这边救，这个是中锋，我们必须让我们，好，现在所有人看在场上里面谁比15号高，有没有？没有一个比15号高，不能让他进到这里面，出到这个外面来，否则如果对面有一个中锋直接卡下去，76号就被得就被卡住了，所以这个情形你出去救，球传底线，你要来这边就可以射夹咯， corner 可以包，可是我们现在是有基本的不包，你再回去就基本的防守了。好，现在正常倒球，我开始走19、87，你就开始真的打，黑的要进攻，黄的要守住，预备 go，
讲话讲话，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球，他不是有更好的机会吗？你说没有给队友，没看到，他长太黑了。你对他有意见？没有，没有。队友机会先给啊，来，黄的继续守到最后一秒，这也是我们最常发生的，守到最后一秒被得分，那怎么办？想办法再守住。刚才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啊，你们在最后八七六五五秒的时候拿到球就近的两个人就直接包了。听到六五四三，如果两个人对这边有球，你就包夹他。五秒以内，刚好有两个人在，他传球就会比较紧张。好，试一试，继续哦 ，Go， 你们。对，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拿篮板。倒球当中不可以让他球从底线这样传到那边去，这样就会造成四十五度角有一个大空档。好，来跟我交换。好，我刚刚有一个点可能是漏讲啦，不过应该从这边要开始讲。我们在守一一三里面刚才常发生这个状况嘛，你先守上来，假设被过二十一，你守你就去救他的位置，再被过你在守，你就是救他的位置，所以只要有任何人被过，都是由第二线的来帮，不会由第三线这三个人来帮。一旦是由他来帮，那边就漏人；由中锋来帮，篮下就漏人。所以只要前面这边被过，一律由这边两个人互相 cover， 可以吗？你们刚刚就是被过，就是因为两个互相没有 cover， 造成失误。好，一样哦，先倒球，要讲话。刚刚黑的守的不好，黑的要讲话，啵啵啵啵啵，我帮我帮，协防协防。可以传球，可以切入，听到十九八七开始真打，预备 ，Go！ 听到鬼讲话，停停停停停停，球刚倒到那边去，你嘞？他刚救了，你要赶快回，你要下，你切进去，你棒，你就差一点，你就从那边救嘛，你们两个还在这边呢、啊，四十五度角是你们的。不是他的，你如果给他拦下，他就被打了，六号就被打了。Go， 对，防守防守要进攻要中位，防守讲话，防守讲话，十九八七六五，来，很好，跟我交换，所以进攻要加油一点，小心一点，还有秒数啊，跟我交换，来从半场开始。现在慢慢把防守位置扩大哦。第一个一开始设计，你先被过，要他救，然后开始，预备 ，Go， 过，对，八，继续，十九八七六五四，哇！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第一个你为什么被骗？第二个你为什么被开后门？有人从你旁边来，记不记得我刚刚讲了？你刚刚练俯卧撑要干嘛？练俯卧撑要干嘛？挡人。所以有人进来就给他挡出去啊！啊，黑的好球，黑的再攻一次，黄的刚刚手很好，后面又被电，不要被骗，有球的会得分，有球的会得分，没有球的会跑位，跑位挡下来，有球守下来，预备 ，Go， 过，绑下。停停停停停！哎、欸，你不会让那个十一号，你不会让那个九号一直跑啊？所以你现在守这边，他还在那边嘛？十六号帮你，你他来不及，你要去守。你们两个是生命共同体，你们三个是生命共同体，啊！再一次，加油啊！切，十，继续继续，缩小，十秒，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为什么有球的都没有人想要守？因为二十号不准吗？啊，
没有，有球的都要守，不要管篮下，篮下是他们三个的，你们上面要得分就要先守。来，跟我交换，最后一次。Go。 好，停停，我刚刚就出现，来，再一遍，二十一号来，二十一号，刚刚谁背过？零号背过，走，你救，你来这边，球传。理论上零号要过去，可是因为你在防守当中，你来救，你只有救一下下，他就把球传过去，你可以过去。你们两个要 cover 一二三四，这四个位置都是你们两个。谁过来我不管，最快的过来才可以守住。好 ，Go， 先过，对，好球，可以，倒快一点，倒快一点，十、九、八、七、六、五、四、三，拿篮板，好，停，很好。好球啊，来欢迎跟我交换。好，到现在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的？一三转到二三，什么样叫做转到二三？先我站位置，一三球传过来，直接传过来，好，这个就变二三了。现在里面其实这样就开始守二三，如果球还原，你们俩直接站二三，直接站二三，可不可以？你从后场过来的时候，可不可以这样守？可以啊，可是没有什么压迫性。现在有很多很好的医药到这边来的时候，直接攻击你，传进去，很常发生这种动作，或者是你碰到的对手有R，就是那种很高大有R又有能力，我直接就这样掉了，你十五号一点办法也没有。好，所以为什么要有一个球员在前面就去停掉他？中间很好发动战术。破区域的战术，中间可以喊，你到四十五度角来可以开始走。可是，一旦球到四十五角的时候，我们防守就站成比较好的一个防守二三防守原则。所以，球你要拉到四十五角，防守原则就很好守。你在中间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来守，你再回去，五个守四个，这个永远是个洞。他会投，他可以投；他会传，他可以指挥。所以我为什么要设计变一个人上来去挡他？把他球倒到四十五角以后就变二三了，好，所以还原可以这样哦，只要这个医药比较嫩，大一年级、二年级，或者你看对手的医药，你觉得他传球能力或得分能力没那么好，那我就建议你退守，这样守。如果这医药是比较刁钻的，我就建议你上来，不逼他把球传掉，让他的控球员越少持球，越少去指挥带领球队的话，他就一定必须把球传掉嘛。传掉的话，基本上我们防守会比较好守。OK， 现在这区域有没有什么问题？有吗？一三半场接到区域二号，这应该很简单啊。那我们现在讲一个哦，球只要在 corner 四个点，那个 corner， 那个 low pole， 这边 low pole， 那个 corner， 只要接到球就要有两个包夹。所以球先到这边，二十号你上来啊，二十号你上来。区域球传，你出来，刚这样走对不对？好，假设六号你冲出去，对，这边就要包，后面就要站成三角。守区域里面啊，这边很好包，包完发底线，发进来，这边很好包，而且成功率会很高。好，这是第一个，假设它是锋线，好，再还原。那假设这是，哎，这球在这边，你进来，刚外面没有人，所以防守就直接守在他里面。我相信你们打一打五对五，线十五号都守这边，然后这个人就会越来越懒，就会在那边，对吧？球塞进来，你来包，这个锋线跟这个来包，这个要把底，不是由这边的线来包哦。好，所以你刚站的时候，你已经被要到球了。我刚刚站的位置已经很不好，被要求你就直接中锋来包，那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包的好的位置，你会让他往外传。最好的包夹位置是怎样？你来这样包，逼他往底线走，底线就会变成有第三个人帮忙。所以我曾经，我为什么会讲这个动作？我曾经看过人家这样包啊，这样包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他直接就往里面运了。
那我就后面我就永远变五个，包起来一定是由上往下包，不会由下往上包，要利用到底线。好，最后把我看到错误的观念跟大家讲，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改正，不要由下往上，由上往下包夹，会比较有用。好，所以我们现在哦，你们那几个人要自动跑到那个 corner 跟四十五度角，只要接到球开始包，包了以后开始变真打，有包夹才变真打。防守三个要轮转，进攻想办法找到洞去做进攻，试一试，预备 ，Go！ 没关系，没关系，看他怎么守。还原，继续。包，有没有？这就是问题啊！我刚刚是不是有讲过，四个底线都要包夹？所以刚第一次那边包，刚才的第一次我已经原谅他了，第二次那边就要包了。既然设计的战术就五个，想办法都要执行。好，再一次，加油！防守举手，原则停。七十六，你防守守哪边？守两个，守大一点。预备 ，Go！ 弯下来，爆！再来，继续上去。还有，还有，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拿篮板。为什么会有出手了没人守嘞？来，跟我交换。加油加油，守住啊！没，包。好，既然今天的课表有包夹嘛，注意传球当中怎么包，你走这个斜线去包，让他永远把球传出来，我们就很不好跑。好，所以过去的时候你身上有一根线啊，你跑过去你会把它拉过来，会把你拉出来，你不会进去，你要在那边包的时候，请你把你的外侧手外侧脚去断它的传球线，再开始往篮下这边冲，冲的时候要利用边线，下面的人利用底线，我要利用边线逼他往外走去踩线，往内走就会经过我们两个人膝盖，要夹起来。可是前提是外侧手跟外侧脚要去先断传球线，然后又再下去。好，做一次，加油 ，Go！ 好，三，可以抄要抄，可以抄要抄。所以零号要被带过去，三十三号要带过来。包夹防守可以抄就要抄，第一是 delay 他的时间，第二造成他的失误，第三可以抄就要抄。再一次 ，Go！ 等等，讲话讲话，报讲话，还原还原，不给过中间，还有，篮板，为什么你们几个都是这样被比一下就这样过去啊？啊？怎么让人家举手一下你就飞出去就飞出去嘞？再一遍，黑的没守好，再一遍。Close out， 脚不离地 ，Go。对，继续。跑掉。还原，八、七、六。拿篮板，又不拿篮板。那个黑的先俯卧撑十下，第一不讲话，第二防守全部都跳起来，脚离地，好像防守不关你的事一样。然后换黄的要守住啊，黄的如果这球守住，黑的就折返跑一趟，所以你要守住啊，黄的讲话哦，预备，凶狠一点啊 ，Go！ 底线四个点要包，包，可以抄要准备抄。一样，再上去，拿球，好好球啊！先不管有没有犯规，起码
听好、哦，一开始你在练包夹的时候，还原包。一开始在包夹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不要犯规，不要犯规。你把他们俩打死，他们也知道他们会不犯规，不想犯规啊。可是他就是一直拿球往前面冲嘛。你教的第一个原则是，你们两个怎么样也不可以让他穿出去。所以你们两个不管用什么方式，手夹手，小脚交叉，他就是要穿过去，球过人要留，人过球要留，两者要留一个，球过人留，人过球留，有没有犯规裁判决定，不是由黑的决定，也不是由黄的决定，可以吗？由手上有哨子那个决定。啊，加油啊！对。好球，好球，好球啊！所以这黄的就做得很好，连续两次，第一个没有被跨出来，第二次传球传对角被抄球。好，所以黄的做的，不管黄的第一有讲话，第二他有团队的防守之外加抄球。好，我刚刚讲一开始是盯人，现在后来讲到区域里面先是基本的，就因为课表里面有一个包夹防守，所以我只有最简单的底线包跟 corner。四个点的包夹，好，有没有问题的？我有问题，想请问一下徐教练，像你们这样的过程篮板，这样怎么训练？这样怎么告诉他们一定要抢篮板？尤其是手到4-3-2-1，篮板球训练可能又是另外一项了。好，那篮板球训练里面有1-1的防守抢篮板，2-2的抢篮板。那我这边做一个我比较常用而且还不错的，你们可以看一下，黑的在外侧。黄的在里面，黑的到那个罚球线延长线啊，黄的都在下面排两排，一次两个，2-2，黄的在下面这边一个，七六你第一个，哎、欸，你排下来了，你们两个在这边，好，你在这边，你们俩在计分哦，时间2分钟或3分钟你自己定，黑的抢到进攻篮板算2分，黄的抢到防守篮板算1分，黄的拿到谁拿到篮板球都要把球给我。然后一次换4个人，我只要拿到球，下面两个往上冲，想办法把它挡在禁区外面，就是禁区就把它挡出去啊！你们两个就是要想办法去抢进攻篮板，预备 ，Go， 拿篮板，拿篮板，2-0 ，Go， 给我下一组上来了，拿球，2-1 ，Go， 黑的拿进攻篮板，黄的拿防守篮板，2-2 ，Go， 打到5分结束。拿篮板，3-2 ，Go， 4-2，还有球，拿球，好，4-4，球进也是拿篮板嘞 ，Go， 好停，这是一个训练项目，让你的人去撞。刚才设计防守里面设计的方法里面，如果球进，一样去拿篮板有分呐、啊，为什么？防守队如果对方球进，你要不要发球反快攻？要吧？对啊，那你怎么可以让进攻方拿到球呢？好，所以这个只是让你练习一个反射动作。比赛当中有人投篮，要有人巴哨，这是2-2，可以变成4-4，两边 corner， 两边上面，这是一个训练的方法。那你说篮板球其实就是一个反应，一个反射动作。打篮球基本上全部都是反射动作。没有反射动作，没有办法做很好的反应跟打出很好的篮球。OK， 这是刚刚那个篮板球的部分，还有吗？那如果没有的话，我可能今天就讲到这边。我们刚刚讲的东西是防守5-5，盯人的原则，然后我有讲成1-2-2的原则跟2-2-1的原则，再来区域防守。好，区域防守里面2-3-1-1-3接到2-3，其实最好的就是刚才我们守完之后，今天时间不够，我们应该要教到5个人的快攻。所以你刚才会发现5个人的守盯人防守，跟5个人守区域防守，拿下篮板之后，可以衔接到5个人的进攻战术。那我们今天只有教到3个人嘛，你可以边对边或边对对角，那5个人就会进入到拖车，进入到挡射手上来，这都可以把它衔接下去。好，可是就是我刚刚讲的啊，必须要大家建立自己的体系 system， 你要去建立 building， 去建立你自己的系统之后，再交给球员。
而不是你就看大家教什么，你看大家给你什么你就教什么，你自己一定要自己要先有一个概念，然后建立成自己的东西以后再教，那球员就会 follow 你的东西。我看了很多教练就是学今天学了教下去，明天学了教下去，后天学了教下去，那这些球员直接看 YouTube 上面直接学打篮球就好了，干嘛还要老师啊？好，所以我就建议说，大家真的如果真的有心朝这边的话，先把自己先想象你要教出什么样的球队，然后再去设计你的战术，设计你的训练方式。 OK， 好，那就今天就讲到这边哦。